谢谢。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，这三盒电影胶片被送到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。他以最真实的记录、最有力的证据，强烈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的举世震惊、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，把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军国主义头子送上了绞刑架。不可战胜的。你可来了。
辞职？我辜负了最高司令长官对我的希望。辞职？你想的太简单，太天真了。司令长官想用军法处置我吗？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，军部正是这个意思。 是我又一次的力保了你，谢谢司令长官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但是你不能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让我失望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。眼下就有一个。 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，要交给你。日寇为了巩固他们所谓的后方基地，前几天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史无前例、惨绝人寰的大扫荡。我们用三个师团，兵分三路，分进合击，把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压缩在这一带狭窄的区域。 我们伤亡很大，加上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长期的严密封锁，造成了根据地物资严重短缺。药品的矛盾尤为突出。我们的战士受了伤，伤得化脓生蛆；有的战士因为截肢没有麻药，活活的痛死在手术台上。药品就是生命，药品。 已经成了我们能否粉碎日寇大扫荡的关键中的关键。这正是我们的杀手锏。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物资，特别是药品流通这个关卡，那就掐住了对方的喉咙，他们就会不羁自溃。支队决定，把寻找运输药品的任务，就交给你们金陵女神小队。 罗某同志，参加你们行动。记住，我只给你们5天的时间，只许提前，不许错后。5天，是不是时间太紧了点儿？你知道吗？我们每天有多少战士因为没有药物治疗而牺牲？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还不赶快行动啊！抓紧时间，不等于冒险。 我们商量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。这个情报，你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。在寻找药品藏匿地点的同时，一定要严加防范，绝不能让一粒药品、一支针剂从南京城流出去。嗨，我先走，再去侦查落实一下去。明天傍晚，我们带领师从此见面。 李师宗祠，唐天，结尾，日夜少佐，我把他调来，就是为了协助你完成这个任务。请多关照。
女施主，贫道有礼了。谢谢。女施主，请。玉皇大帝呀，求求您，看在我婆婆26岁就守寡，好不容易把我夫弑君拉扯大，还有他老人家一心向道，以善为本，一辈子都与世无争的份上，我求求您，保佑他老人家的身体，快点好起来吧。晚山先生辛苦了，这里请。前面带路的。是。妈，我把医生给你请来了。妈，这是南京日本军界医术最高明的丸山教授和栗子小姐，他们的医术很高明。一定能把您病治好。妈，我求求你了。我不是你妈，我没有你这不忠不孝、大逆不道、忘记祖宗的儿子。妈，你就给我点面子。这晚山教授和栗子小姐是非常好的医生，他们一定能把您的病治好的。就让他们给你看病吧。笑话，我又不是牲口，让什么兽医来给我看病啊？滚出去！都给我滚！我婆婆就是为了我丈夫李世君一时糊涂，当了皇协军3团的团长，这才使得他们母子横眉冷对，形同水火。我婆婆整天郁郁寡欢，沉闷不语，茶不思饭不想，身体一天天消瘦。世君给她买了好药，也请了名医，可我婆婆都不屑一顾。我真是担心这样下去，我婆婆的身体……无量天尊，老太太的气节可佩可敬。道长，您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？有道是，心病还需心药治啊。心药？贫道还真有一剂医治你婆婆病情的良方。道长，那快点请您给我开出来吧。女施主，稍后片刻。晚山教授，不是这样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不是？我
像狗一样被他给赶了出来，这有辱我大日本皇帝的尊严。是呀，弄得我们很没有面子。晚上教授，栗子小姐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了。来了，我们走。要不是藤田机关长打电话叫我来，我根本就不会给你们支那人治病。支那人就是多死几个也没有关系。晚上教授，您先息怒，我再去劝劝我的母亲好吗？难道还要你妈在那骂我们？啊，不不不，我。开路！晚上教授，栗子小姐，你们先别走啊！哎，你们别走。女施主，给你。谢谢，谢谢您。多谢道长指点。无量天尊，道主保佑，女施主请。最惦记、最放心不下的宝贝儿子，现在已经长大成人，可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是千人恨、万人骂的日本汉奸、卖国贼，把咱俩的老脸都给丢尽了。想好了，瑞奇，我很快就会见你去的。咱们俩在奈何桥的那头见面，到时你可别怪我。去吧，夫人请。夫人去龙虎山天师府给老太太烧香许愿去了。什么？去天师府了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按时间计算，夫人也应该回来了。再说，有徐副官带着四个手下，应该不会出事的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日本人为了堵截运往游击区物资的通道，正在龙虎山那一带扫荡呢。这要是万一遇到他们，站住！
皇军要检查你们携带了违禁品没有？你们别误会，我们是皇协军第三团的，这是我们团长李世军的家眷，这也需要检查吗？团长，小小的，皇军大大的，只要是支那人，就必须无条件接受皇军的检查。看你们谁敢！和我，我让检查统统杀死了有，遵命，遵命。你小子护主的精神可嘉，可皇军的脾气，你想过了没有？惹恼了皇军，不但你的小命说没就没，还会连累你们团长夫人。有本啊！你去告诉那个日本，怎么处置我们？就是不许为难我们团长夫人。把他们的枪交了，赶快把枪扔了吧！都把枪扔了吧！你敢给黄金做的，大哥！大哥，住手！放我下来！
夫人呢？夫人去哪了？说。夫人，夫人被一个日兵小队长和两个日兵拉进了一间废弃的民宅。什么？被日本人拉走？雪，你这个副官怎么当的？你腰里不是有枪吗？你他妈那四个警卫为什么不跟日本人拼呢？你说呀！我当时是想跟小日本拼命，拼一个够本，拼两个我还赚一个呢。我一想到我姐的安危，老百姓早就骂咱们皇协军是日本鬼子的干儿子，你见了他们都得挨三分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也是为了不给你闯祸，要不然我早就行了。那你姐呢？你姐休息现在在哪儿？这样，当时在场的日兵左等右等，他们都没出来，结果他们就进去看了看，发现那三个日兵已经一命呜呼了，我姐她也下落不明，神秘失踪了。什么？失踪了？我姐她肯定是被人救走了。雪原究竟会被什么人救走啊？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。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，十有八九是精灵女神所为。精灵女神？没错。那三个日兵死得都相当难看，是被武林高手用各种手段所击毙。而身怀这么深厚武术造诣的，在咱们金陵城也只有金陵女神才能做得到。这位大姐，饿了吧？来吃吧，这地瓜呀可甜着呢。谢谢。来吃点咸菜就不烧心了。来，小虎给我扔筷子。来，怎么样？挺甜的。大姐，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看你这身衣服，像是大户人家的。吃地瓜，可能不太习惯吧。挺好的。可老乡家的粮食都被抢光了，你呀，就凑合着吃点吧。你们姐妹三个可真是好身手，那几个日本兵几下子就被你们打败了。我要是有这样的功夫就好了，日本人就不会欺负我了。这好办呢，等以后我教你一两手防身术。小虎，别臭显摆了啊！不好，不好。我姐被救是件好事啊。不，我不是说这个。雪原能被救当然是件好事，可是我怕救她的人万一知道雪原是我的妻子，就把她当成汉奸的家属来对待的话，这不是不好了吗？哎，这位大姐，你是谁家的夫人啊？到龙虎山干什么去？今天多雪呢，要不是碰见我们，我看你们姐妹三个都是好人，我就不瞒你们了。我的丈夫叫李世君。什么？你的丈夫叫什么名字？李世君啊，就是北皇协军第三团当团长的那个李世君。是啊。
这是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怎么了？你的丈夫还是不是中国人？是中国人为什么帮助日本人残害自己的同胞？是中国人为什么助纣为虐？是中国人为什么帮狗吃屎啊？我呸呸呸呸呸！石秋，这一代老百姓的粮食就是他们带着日本兵给抢光的，这让老百姓可怎么活呀？你啊什么啊？装傻呀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啊！季馆长，您是不是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？你的禁药严防外疗计划吗？嗯，写的倒是头头是道，看起来应急措施也算具体，布置的也比较周密。可是我……您不批准？是的，我不能批准。为什么？学生请机关长明示。嗯，日野，你刚调来不久，还远远不了解你的对手，不知道他们的厉害。您指的是金陵女神？不错，在他们面前我们屡屡失败。机关长，请恕我直言，我就不相信几个中国姑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呢？支那人的几十万部队不也被我们的几万人击溃了吗？对于大日本帝国的武士来说，支那人我们可以以一当十，不，甚至当百，可以当千。八嘎！日野，你太狂妄，太自大，太目中人了。李元是怎么死的？山浦是怎么死的？还有，我们为什么失败？我们是自己打败了自己。传我的命令，马上实施我的吸铁石方案。吸铁石方案，我要让所有的抗日分子吸到我的手心里。姐夫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坚决再也不穿这身黄狗皮，再也不受小日本这窝囊气了。行了，这人在屋檐下，谁能不低头？我现在心急如焚，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。姐夫，要不要我再带几个弟兄出去找找啊？找？能上哪找去啊？徐彪，哟，你姐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老太太知道。我已经吩咐下去了。老太太，您该休息了。啊，夏青啊，我怎么今天没见雪颜啊？你去，把她给我叫到这儿来。太太，去观里烧香许愿去了。天都黑了，烧香许愿也早该回来了。这。小青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小青，你一直跟着我，你是一个又善良又老实的孩子。以前李世军出了什么事，你都没瞒着我。今天啊，你撒谎。老太太，是徐副官再三叮嘱我，不让我说的。是雪颜出事儿了。少爷，老太太，请您过去一趟。
姐夫，还不赶紧过去一下？妈，你找我？你媳妇儿呢？雪岩说他妈生病，他回去看他妈去了。个混账东西！你媳妇儿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还在骗我？妈，我跟您说啊，你不要跟我说，你去跟你爹说去。快回家吧，家里人还不知道该怎么着急呢。都已经到了家门口了，怎么着也得进来坐坐呀。进去坐坐，你那个当团长的汉奸丈夫还不把我们抓给日本鬼子邀功请赏了？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就算世君再不懂事儿，他也不会恩将仇报的。再说他也是个要脸皮的人。脸皮？少来这一套。老四，不许再说了。我这个妹妹说话虽然难听，但忠言逆耳。你回去可以把她的话转告给李团长，何去何从，请他三思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，而不是敌人。请放心，你们的话我一定会转告的。再见。妈，你别生气了。妈再生气气坏身子了，那该怎么办啊？我死活不让你管。你是我亲娘，我不管谁管啊？那我让你脱掉这身黄狗皮，你为什么不听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雪岩这次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。妈，诉。
说什么？跟汉奸交朋友？对，我们是要和李世军交朋友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丁南村。哟西，来，看看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些药。金陵女真这条大鱼，终于钻到了我的网里来了。太君，八哥，谁买的药？是他。带走。你说什么？这批药品下落不明？我们的人没有去过德云堂，我想这批药一定是让抗日分子搞走了。马上全城戒严，给我找到这批药。